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频道。哇，这两天基督城真的是爆热，预告是33度左右气温，但体感的话，我个人觉得有点像将近40，因为它是干晒，没有风。那倒没有，阴凉处还好，阴凉处还好。啊，我们家电风扇也打开了。哎，这边是不准确，看看这个，这个不准确，这是室内的。这不凉，这是凉的，因为下面凉还是的。对啊，我知道下面凉快嘛，上面更热嘛。现在12点多，等一下应该会更热。对，等一下1-2点会更热。最惨的是昨天我们那个在工地建房嘛，这大太阳在室外立架子，哇塞，感觉晒到冒油。给大家看多热，火辣辣。就天气非常异常，就是因为我们热可能不是跟国内对比，就是跟我们平常对比。平常的话，新西兰那边夏天，基督城夏天30度，超过30度天气非常少。嗯，就是像我这么穿的呢，应该就是几乎没有的时候。嗯，然后这次简直就是热到爆炸，这个是2-3天，连着2-3天，这一周差不多。哪有？从周五开始一直就很热，周五、周六，然后周日、周一。对啊。现在对啊，最高33嘛。然后周日也是，周一也是。我其他看时间就突然间降温。其他就降温了，其他就最高才十几二十度。对，就是天气非常的变化挺大的，这是。就是有太阳就热嘛，没有太阳就凉快。然后上午呢，带 Nora 去了那个 Willowbank 那个野生动物园。这回 Nora 更进步了，就是他敢去喂动物了，就塞到嘴里喂那个动物。手伸进去了，我给他擦一下。跑在上面，哎呦，哎呦，我满头汗，我穿这么凉快还满头汗。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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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可以走，一边走一边喂动物，也不会害怕呀之类的。然后因为我们买的年票嘛，可以未来一年无数次免费去，所以说周末没事了，可以带他经常去喂喂动物。然后等一下吃完午饭，那儿要睡觉，那儿睡觉呢，我们就要开始忙碌了。邻居家，我们要把邻居家的这个过来的这个树，它过来了好多，我们要把它给修理一下，给它砍一点，要不然它都长到我们家屋顶上面来了。其实吧，国内观众可能就觉得，哎，32度其实就还好，可能是主要我们习惯了这边就是这种不太热的夏天。突然之间一下暴热，就突然之间这个温度变化有点大，就是让我们有点啊，真是身体调不过来。嗯，因为习惯了10几20度，然后一下子30多度。嗯。就是我大寿您来了，大寿您来了。吃面呢。哎呀，吃面呢。俺们今天是立春，下雪了吗？你们是啥节气？我们立秋呗。妈，太想要了，这真热了，热真热了，米娅是不？我觉得我在这儿没有这么热，我热的我觉得我都穿不出衣服的这种热。就是热这两天。嗯，你们那是属于上秋秋老虎喽。主要是吧。秋老虎秋天，主要是秋热。嗯，这边零下10-12-13度吧。那挺暖和的，昨天还零下17度呢。真的大可不吃。啊，没事，那个偶尔我觉得还能下个一回两回的小雪，都没准的事儿。嗯。我们这儿马上。给我大孙儿热的。我们这马上就。头发像。脚。我们这越来越冷了，你们那越来越暖和了。给你看外面多晒啊！我。这外边火辣辣的哈。对。我中午睡了个觉，休息了一下，实在是太热。然后下午呢，就搞定这些树，是邻居家的树，但是它长过来了，然后已经长到了我们家房屋上面。
就会落很多落叶到我们家屋顶上面，所以说从这儿给它剪掉。大家能看到之前都是从这儿剪的，然后这是又长出来新的了。然后这个树呢，理论上已经过了围栏了嘛，所以说理论上来说，我们想怎么剪怎么剪。但是，毕竟是邻居嘛，然后之前我们也问过他了，长得太炸了，我想修理一下行不行？然后他们说，哦，没问题，你想怎么剪就怎么剪。这我们买房之前的房主也会定期修剪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还说，哪天你想修剪，你可以和我们说一声，然后就是剪下来的树枝可以给他们再来处理。但是我感觉树枝也没有特别的多，我们应该能够处理，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用一个新设备。Oh yeah, just trim a little bit. Yeah, no, good idea. I know they drop leaves like crazy, so gathering is probably full of them. Yeah, true. Yeah. So give it a little bit trim. Yeah. All right, well, just take care, won't you? Don't want you to hurt yourself. No, it's all right. Yeah, right? Yeah, got it. Cheers, mate. Good job. I know what you want. 爽吗？我本来以为没有多少呢，结果一剪下来，哇塞！哎呦我天哪！但是还好上面就可以看到天了。哦，是的，这天真的挡得严严实实的。对啊，这回亮堂一点。我天，这么多呢？啊，这呵呵慢慢处理吧。Bruises and broken heart, numbed all the pain.Show me how to heal, and now I don't feel broken anymore。 对呀、啊、那些白花也得处理一下。那些白花，这些白花虽然说很好看，但是你我们家后面掉过都是这样子，根本弄不干净。你看露娜不好走。嗯，露娜没错，咋出去？你过来弄。哎呦，露娜过来，回来。让他看。看。他看不过来了。已经隐藏到丛林里了。意想不到呢。捡了好多了。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抬头，从这个地方直接顺着过去的话，那巨多。那我得咋去吗？踩不了，踩大梯子。就除非你上咱那个屋顶上去，因为他刚好把那个咱那嘎特嘛，那边把那东西会掉到那嘎特里边。嗯，算了，你看露娜多悠然自得呗，看来那乐，这开心的。快进来，露娜，你别在那踩着，露娜她怕回不来了。露娜，看。快进来！这回彻底修剪了，彻底修剪完之后，上面也会。清爽很多，然后走的话能走，起码就没那么挡道了，之前挡道走过去是。对，看这么多树，真的塞绿桶，干给大家多粗，塞绿桶，想想都头疼。我觉得太大了，没办法，就还得给它再，就是切的小一点，才能扔到垃圾桶里，慢慢扔，切的小一点，然后等晾干了之后，每天
就是每周他会来收垃圾桶嘛，每周绿桶收一点，每周绿桶收一点，愚公移山嘛，总有一天能给他全部清理完。那牵露娜走吗？哎呀，露娜，抱抱露娜吧。露娜，露娜，抱抱露娜。小抱抱。抱抱。追着抱。哎，咪抱抱，咪抱抱。你咪抱抱，我抱抱。哎呀，哎呀，哎呀，真棒！拍拍露娜。轻轻的。轻轻的拍拍露娜。轻轻的，轻轻的拍拍。你爸爸，你摸摸他，你摸摸他，摸摸他，摸摸他，嗯。哎呀，这我这真的这个天不动的冒汗，29.1度，破纪录了。老戴，老戴。给你弄啊。妈妈，给哪儿啊？走吧，太热了，买了一堆水，回家赶紧塞冰箱。哎呀妈呀，这热，买了一车，花了96.08元。嗯，我要跟他们买肉回去。对啊，也没给他买尿布，也没买他的奶粉，要不然100块钱打不住，肯定。